百分之百确定的先填上去，这个，这个，然后再慢慢往里填。BLG 肯定在最上面。哦，你是先从那儿开始的吗？对，我直接到那儿了。你从哪开始我是从下面开始的。的？感觉也是一种一样的方式啊，一样。那我也从下面吧。看一下啊，就差不多了吧，一二三四五，差不多了吧。记住就是成功是什么？就是能进就特别牛逼呗。等会儿啊，看一下，把不对，这个，OK，我把上面的也填好了，然后剩下的往里填就行了，进入就是成功。我不知道，我有个问题啊，我那个上面那三个那个三角装不下了。这黑马逆袭还不一样，黑马逆袭为什么在这里啊？黑是马啊，肯定要选那种啊，黑马肯定要选那种，就是看起来你感觉他不是很厉害的，但是他又很猛的。黑马逆袭，进入就是成功，哇，好合理啊，兄弟，我这个看比赛你就按照主播这个表去看，给他调整一下。我操，好合理啊！找不到一点不合理的点，兄弟，直接把图截上，直接把图一截。我重在参与里面有五个队，你有几个队？我有两个队啊？你是哪两个？UP 老干爹？不是，他是选出季后赛的，UP 我 WEDG 啊？对，能来就参与一下，那你的老干爹和 UP 在哪儿呢？就榜都不上啊，他进不了季后赛，他怎么上呢？好像也合理吗？不是，但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重在参与就没人了，等于没事，把他们全放上去吧，就这样吧。那你也跟我一样，也被放祝在骑福，马了。没事，祝福他们都能进季后赛。黑马逆袭的话，我只填了 A，因为我觉得几个其他都是都老是马，老马，不是黑。确实也合理。反正 RA 肯定得在的，然后我把 TT 跟 NIP 放在这个进入就算成功，我觉得他们只要进了季后赛就完全 OK 了，春季赛。然没问后题。重在参与，就是 WE 跟 EDG 能进。参与一下就 OK 了。没问题。怎么着？下一页？哎，哦，这个就还最有后下一一页页没有了了。吧？没有了。